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几分钟网睇电影学粤语栏目，我是梁基。首先我哋再去一去电影片段。切，早知你咁啊，唔好嘥我哋啲时间啦，我哋走。我来学习下面三个词语。首先第一个呢是早知道，早知道。但是呢，通常粤语习惯上呢会省略这个道子，直接读早知。我把它拆开来，比如说早上、早上、早晨、早晨、知道、知道、知己、知己。我们来组织一个句子：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？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？哎，我们粤语里面还有一句俗语，叫做“有早知没乞丐，有早知无乞衣”。第二个词语，浪费，嘥。比如说浪费口水，嘥口水。比如说浪费钱财，嘥钱。浪费力气，嘥气，嘥力。我们来看几个句子。比如说，你不要再浪费口水了，你不要再嘥口水了，买这个太浪费钱了，买那个太嘥钱了。嘥气有引申的含义，指徒劳无功。咱嘥气它是一个俚语，它指白费力气没用的。比如说你这样做只是白费力气，你敢走咱嘥气。第三个词语，时间，时间。我们先来说这个时，时，小时，休息，时刻，时刻。说到这个尖字呢，它就比较有意思了。大家都知道尖字呢它有第一声跟第四声这两个读音，那么在粤语里面呢大部分也都是对应的。比如说房间，房间，间断，干停。但是呢唯独在时间上它是读第四声的，时间，洗干。 OK， 学习完上面的词语，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电影原声。早知你咁啊，唔好嘥我哋啲时间啦，我哋走。你学会了吗？